他不是普通人就对了，他就有这样的成就，他能够影响很多人。他从一开始那一天到今天，他是不断的学习如何成长。 就是要我们勇敢坚强。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观念，或者没有任何一家机构，没有经历过强大的阻力，而成为强大的企业。